一样，为什么要一样啊？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，这个世界才丰富，才美好啊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足够美好了。只不过，大部分的人都跟你想的不一样，大家伙还都是俗人。就比如说我。 那你的梦想又是什么？我想成为最好的外科大夫。你是不是还是觉得，人医比动物医生高级多了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这么想的话，也就不会参加动物医生的自学考试了。那。 死心塌地了。只不过成为一个顶级的外科医生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，我为他付出了很多，道路崎岖，心有不甘。但我总觉得，梦想不应该这么轻易被放弃。 我们不能因为走得太远，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。人不能因为走得太远了，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。这句话说得真好。能不忘记自己的初心，是一件很棒的事儿。没有梦想的人是可耻的。漫漫人生路。 总得有梦想，说不定成真了呢。我懂了，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，是吧？我要出国留学，攻读全世界最好的医学院研究所的博士。你舍不得我？如果你开口挽留，我可以不走的。